行啊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叫秋子行。行。哎，你之前干过这个吗？我干过，没干过也没干过呀。干过呀，天天干。干过，对。那干多久了？五年打底儿，专业的。啊，对。就是、有经验呗。不是我没谈过，没啥经验。我没你。有点，对。咱这个必须得是有经验的。你期望薪资是多少？啊？啥玩意儿？期望薪资？生活费，生活费。彩礼呀？不是，我不用，我不用，就是我没不用钱。啊，不用钱？不是你咋跟他说的？能干不？能啊。能干不？你觉得他行吗？让他试两天呗，先。行。对不？你试不好，大不了就不给那什么。行吗？不是，等会儿，你俩等会儿。干服务员啊？啊，我你让你给我整面试来了。啥意思呀？能行吗？行吗？行，你别穿什么鞋。对，面试服务员，你这还招是吧？给多少钱都行，我都来。行。几点上班？下午5点。下午5点有点晚吧？你这两天正好闲嘛，天天找我上网，干点啥？那我明天能上班吗？能啊，能。那就这么说定了，明天我过来，好吧？行。那咱走。撤吧。走，撤吧。哎，等会儿，哎，那个，我干啥呀？